吹逼加秘密球衣，还心力衰竭，随时混喺街。二杯谢文恩偷食任务，我回家谢开日话唔需要澄清。疫情无咗异地恋，邓丽欣王子半年冇见情比金坚。大师出手300年旧旅馆变身特色型格酒店，日日有优惠，有低频颈部按摩器同埋美妆蛋粉扑套装。缤纷主播室开始啦！你接唔接受到异地恋啊？我都唔肯定啊，始终唔系成日见到，好难维系感情喎。其实维系感情最紧要系睇有冇心嘅啫，就好似邓丽欣同王子咁啊。原来佢哋已经大半年冇见，但系依然情比金坚。另外，佢仲回应咗小芳之前自爆隔晚收藏咗佢唱片嘅事喎。